喂，伟杰啊，份剧本点噶？唉，都唔知写咩好。唔可以半途而废噶，不如我哋一齐谂下办法啦。唉，都写唔出，都冇办法噶。嗱，我哋手头上咧未有一啲关于普通话嘅资料嘅，不如我读俾你哋听下，睇有冇啲咩启发啦，好唔好啊？嗯哼，咁你咪试下讲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令到我哋叮一声咯。嗯，咁好啦，你哋听住啦。我呢度咧就有一份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对照嘅资料，其实都几得意噶。哎呀，就呢句，你哋估下广东话嘅各花入各眼，普通话应该点样表达啊？嗱，唔知咧，我话俾你知啦，就系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。咁啊。啲人讚你靚仔，又算唔算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咧？各花入各眼。什麼事笑得這麼開心啊？唉，苦中作樂呗。嗯，你怎麼這麼說呢？我們原定要參加普通話錄像創作比賽，現在劇本還沒着落呢，可能要告吹了，大家都有點失望。那折紙收件是什麼時候呢？在下个星期一，不，应该是星期日。伟杰常把日说成一。对，就是在下个星期日，不是星期一啦。那算起来还有一段时间。你们看这样好吗？我以前也学过写剧本，再加上我本身也是讲普通话的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写。相信还来得及。太好了。小月，你睇下，嘉明几有心机咁教子琪打波。对啊，他真的很有耐心啊。梗系啦，佢羽毛球校队嚟噶嘛。哇，真的、啊，他这么厉害啊！子琪，加油啊！其实咧，我哋已经揾过中文科嘅张老师，听咗嘅意见，做咗唔少嘅资料搜集。你睇下。而且咧，我哋仲决定咗用搞笑嘅手法教观众讲普通话。你们也做了不少准备功夫嘛？是啊。其实我来澳门以后啊，也遇到过一些因语言上的误会而闹出的笑话。其实我觉得澳门人也是会讲普通话的，只是在用词和发音方面还要注意一下。是啊，像我经常都搞不清普通话的声调。听你这么说啊，让我想起了那一天跟我同住的那个表姐，她突然呢、大叫着从卫生间里跑出来。小雨，大天气啊，我给你们打完结的。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你妈妈说，刚才我在卫生间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，眼睛就飞出来不见了。这么严重，打了一个喷嚏眼睛就飞出来不见了。对呀、你给我看，你看眼睛还好好的嘛。不在啊，你有没有看清楚啊？看清楚了，眼睛还好好的啊。我懂了，你是说眼镜不是眼睛吧？对，是眼镜不是眼睛啊。表姐，你差点吓死我了。真有趣啊。对啊。嘉明啊，好攰啊，不如去唞下啦。好啦，我哋休息下啦。你两倾成点啊？啱啱小月咧讲咗个普通话笑话，好好笑噶，可以加落个剧本度啊。好啊，咁我哋唔使退出比赛啦。子皮，你唔使担心我啲奖金啦。乜讲到我咁贪钱噶？讲下笑啫嘛，你唔会咁小气啊嘛？梗系唔会啦，似咁小气咩？不如我哋谂下咧，写完个剧本之后，点样开始我哋个拍摄大计啦？系啊，仲要拍噶。不如咁啊，嘉明咧，你就做导演。小雨咧就做普通话顾问，好唔好啊？小雨，什么？我们想找你做我们的这个录像片的普通话顾问，可以吗？我当然很乐意啊。子皮，你又做打杂啦？打杂咪打杂，都好重要噶。
对啊，打杂的工作也是挺重要的。好好。我哋想学好普通话，首先就要掌握好普通话嘅声调。普通话嘅声调主要包括有音频、扬频、上声同埋去声，佢嘅简称分别就系一声、二声、三声同埋四声。另外，仲有一种就系轻声，佢唔系一种独立嘅调类嚟嘅，佢系一种变调。就好似头先喺剧入边，小鱼嘅表姐本嚟只不过系唔见咗只赢尖，但系就讲咗唔见咗只赢尖。將第四聲的尖讀成輕聲的尖，這個誤會之後真的挺嚴重的。學習普通話對輕聲的掌握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它是我們講普通話講得地不地道的標誌之一來的。啊，是啊，忘記了跟你們說，其實聲母和韻母的掌握對講好普通話都很重要的，千萬不要將先次日讀成先次依。好了，不說那麼多了，我們走了，拜拜。